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ster 疯狂点妹会，今天给大家放一场仙术吧。仙术我肯定不讲解了，单纯把这段时间留给评论，准备给大家读几个评论，也顺便给大家解答一些疑惑。仙术的话没太大必要，但是也给稍微讲一点点啊。文鸯的技能我讲过了，如果是魏国文鸯的话，我个人推荐忠臣还有反贼，魏国文鸯都能胜任，爆发点更强些。吴国文鸯的话当内奸也是不错的，还有有包养的情况下，比如说有装备包养你的情况下，比如说你是主公有个马军呀，包养你的情况下，你装备不会缺的时候，你可以当个忠臣，甚至或者说有马军队友你是反贼的话，也可以当反贼。但是就爆发而言的话，吴国文鸯是不如魏国文鸯的。但是这一局你们可以往下看啊，咱们先读一下评论，先不讲这个。咱们是上面第一个评论，假面为啥现在没有字幕了啊？我首先说一下啊，这个字幕有的时候会有，有的时候没有，这是 B 站自己带的，他没经过我同意就给我的视频上字幕了，很过分啊！而且我不知道是我普通话有问题还是咋回事，他的字幕上的都很奇怪，你知道不？反正是聊得很奇怪，让我看的。然后第二个是人问我让我多出一些讲解类的视频啊，我一直在出讲解类的视频。但是仙术视频还有就是3000种死法这种视频的话也是需要必须给出的，好久没有把这些新板块更新了，一直讲解教学类的话大家都会看厌的。第三个评论说能不能整点新活啊，这个东西没必要整，你们这都能看懂的，整没必要整新活啊，我就是个做教学的，真的没必要。然后第四个的话，有人问我你百度账号是不是也被封了，是。是，为啥啊？这我 B 站那个直播间被封了，是因为那个什么？是因为我讲政治敏感话题啊。然后呢，所以用小号直播。那小号老师的假面舞会咱们就不说了。然后那个百度的账号是不是一般分发一些视频？我被封那就更奇怪了。百度那天好像很严苛的样子。我每次以前的视频，你可以看一看我以前的视频，都是带一些群号、QQ 群号。结果呢，百度认为那个属于有引流的现象，还是什么有做广告的嫌疑。直接我发一个视频扣10分，发一个视频扣10分，100分全扣完了，我账号被永封了，我心态他妈的炸了。结果最近也一直在搞个百度账号重新给大家做吧，那也没办法啊。这几个评论就这样吧，直播开始爆发了，一眨眼的功夫文鸯就开始爆发了，有把 AK， 谁闲的没事在文鸯面前挂了 AK， 是谁？我刚刚没注意看是谁挂了 AK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装备也够多，游戏已经结束了吧，这样我刚刚没注意看啊，一直在读评论，然后没注意看这个游戏的走向，不过现在应该已经赢了，没啥希望了，装备也足够多，中会一会儿也被打，最重要是文鸯有个确敌，每杀死一个人他确敌能刷新一次，这很炸的你知道不，这种技能很恶心很炸。然后魔皇钟再见了，魔皇钟也没了，被抢光砍死，这没有任何机会。然后下面一个斗地主，这七杀很随意啊，这就是仙术视频，大家看得爽就行了啊，不要吹得有多强啊，这个强度我以前给大家讲过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教学啊。下一个是斗地主，斗地主是我刚打的，你看时间是我刚打的，我希望你们能认真看一下这局，我把我当时的心理，因为趁我刚打脑袋还在正常情况下运转的，赶快给大家讲，要不我一会儿就忘了，我还给现写个稿子很费的。然后这时候写王元姬，钟会不怕，还有个王灵啊，王笨也不怕，但是他这两个如果是稍微还是比较肉的，所以开局刷一个黑色的装备，然后你注意看啊，开局杀2刀王灵，刷黑色装备，不要去挂什么斧子这些的，这些斧子有可能被拆顺，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你克制的武器你尽量谨慎的去挂。然后这时候用了拆桥，目的是为了试一下有没有无懈，有无懈我就不乐了，有无懈毒条，没有无懈我这个乐就乐出去，我就不是第一回合我就不上这个黑色的装备了，结果人家有无懈。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地方，现在的问题就是必须要骗出来这个无懈，我不确定在谁的身上，我怀疑是不是钟会身上有那个无懈，把这个无懈先搞掉，因为亡灵有个藤甲，我比较像我这种爆发将的话是比较烦这个藤甲的，必须给搞掉。下回合的排序也就很简单了，先借刀杀自己啊，千万不要借刀杀自己，看看无懈能骗出来不，千万不要借刀杀钟会，否则人亡灵真的要杀，白送钟会一个标记。这时候用寒冰下钟会的牌，看看他是不是有那个无懈啊，还是没有出来无懈，他刚才骗出来，刚才只骗出来钟会那个无懈，
亡灵还是身上还有一个武器，这个乐还是不能去乐啊，要不你这个乐白乐了，相当于这时候我很麻爪啊、你们他们的无懈真的很奇怪很多呀。亡灵快觉醒了，觉醒虽说用处不算特别强，但是比至少比现在强很多啊，有点麻烦了。这个时候咱们被决斗咱们就不说了，他又拿回来一张无中，中会的话还好清干净的牌了，减少他的就是增加他的续报时间，增加他的存权时间，这样的话中会每回合只能摸两张牌的话是很难去得到权的。这时候可以乐了，无所谓的，因为他知道他还有无懈，没办法必须要用乐了，因为你一直这么留着乐也没用，现在看他用完无懈之后还有无懈读条，说明他手上还有无懈，我的天哪。然后我心态又炸了，这个时候我在想啊，我现在目的很简单，我现在目的我不怕什么雌雄剑，我现在目的就是要拆掉这个藤甲，如果不拆掉这个藤甲的话我打不进去亡灵。所以说我现在有个想法啊，如果这个人贪生怕死的话，咱们以后用火攻试试。一般的情况下，一般的萌仙的话可能会被骗一下这个无懈，把这个无懈骗出来，然后赶快把藤甲拆掉就可以了。不过也好，我还有个寒冰，还有个寒冰雷杀，一会儿也可以杀一杀清新的手牌。不过中会一直这么囤也不太好，现在我的目的是赶快把亡灵的那个藤甲搞掉，先连环骗一下无懈，结果他不上当，火攻还不上当，然后你也别上当，你不要去火摔这点伤害，火摔这点伤害的话中会可就觉醒了，就是纯属有病了。两张终于杀进去了，杀进去的话直接我连环火攻的目的就是为了骗无懈，知道吗？并没有其他的想法，千万不要说是你真把自己也骗了，直接火攻出去中会直接觉醒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怕中会觉醒？我没有怕他的意思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在意他觉醒呢？因为我需要他们的手牌摸牌一直很少，你们可以注意一下我这回合摸牌，现在时间拖了很久了，打了很久，已经打了六七分钟了，你们可以注意一下这回合摸牌，他们摸牌中会只有能摸两张牌，一直残血的话他已经拖了好几个回合了，中会也就是说好几个回合只能摸两张牌。亡灵之前没觉醒之前，没有就是使命机达成之前也只能摸两张牌，后来使命达成之后最多摸了三张牌，仅此而已，我还是不算太在乎的。我呢有的时候有些回合能一次性过七张牌，就是说我摸三张，然后扔完四，扔完牌之后又过三张，这是很那啥的。这时候其实可以，在有些人可能说你为啥不顶一下牌，顶一个装备直接摸四张呢？因为我比较在乎这个帷幕，知道吗？因为有这个帷幕，他们很多的黑色的拆、黑色的顺、黑色的牌对我用不了，这是一个保护，千万不要为多贪那一刀牌把自己的帷幕破坏掉，知道吗？这些细节全要想到。玩这一把斗地主我想告诉大家的细节有很多。中会马上觉醒了，觉醒的话直接杀吧，他已经觉醒了直接杀，先借刀杀，借刀亡灵然后杀的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你寒冰是很重要的，千万不要说我拿丈八杀，你不要，没的，不需要不需要，你杀不死的，注意知道吗？亡灵不知道囤了多久桃了，你自己看看每次囤多久桃了，你完全是纯属中会很多次没被打了，所以说这个寒冰的优先级的话是大于这个丈八的，能理解吧？所以说把这个寒冰不要去顶掉丈八，我赌一赌，我直接丈八杀一堆，结果没杀死自己还空城了，我可见过这样的人。对于现在来说的话，我感觉他们速度打得也慢，我怎么说呢，很一般，很难受。我现在在想，因为我当时在算牌，我当时在算牌的话，到排堆顶的排堆底的话，他拿的桃子，我可能他们过亡灵拿了一堆桃的，我怕我要再随意的受伤，可能排堆的桃不够了，所以我担心这一点。而且你也看到，我现在基本我的手牌其实也是很一般的，我的手牌的话，其实是怎么说呢？手牌其实是一直给一些奇奇怪怪的装备。杀给的很少，闪也给的少，桃也给的少，就是回复的。终于给了个桃，咱们赶快继续清中会的牌，清中会的装备，清中会的牌，然后吃个桃子，然后乐一下，然后直接又是上减四，然后一回合过了七张牌，还好有无懈，有两张闪，还能活，还有机会。这时候亡灵没过牌，被乐住了，又拿了张无懈，他有张明无懈，骗出来他那张明无懈。现在看他怎么打，一会儿找机会把亡灵那张无懈骗出来，
顺手无懈，直接看呢，我肯定要被顺的，我知道他有无懈，互相骗而已。他拿我加一，嗯，拿我寒冰，难道还有多余输出吗？吓死我，我还有多余输出呢，那给我白送三张牌啊，我又赚了。现在注意一下，你们注意一下右上角的时间，现在已经过了11分钟，还有3-4分钟已经结束了游戏。然后我再自己算了算，这回合钟会因为被我拖慢了好几次觉醒的节奏，亡灵的话过牌绝对没我多，我有好几次过牌都是超过7张的，回合外都超过1张，每回合稳定4-5张、5-6张这样的过牌，也就是说到了15分钟我已经赢了。我不知道他们在坚持什么，他们想跟我拖回合，他们拖回合没机会啊。就算钟会现在觉醒，他觉醒的晚了，除非他能再去延长一段时间，多给他几回合才有机会去辅助分比我高，否则的话他不可能辅助分比我高的。钟会每回合摸2张，再全摸2张，然后呢亡灵给他补1张，是5张牌，看样子很多，但是你要注意完全补出来的牌就那么几回合，我好几回合都是超过7张牌的，而且他好几回合选错了王，比如说王牌堆只有1张麒麟弓，选了亡灵那个背里面的麒麟弓，他一看不懂亡灵的技能，这个时候趁早直接闪一下，多过一些牌，时间快到了这时候。然后其实这局到现在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已经赢了，把那个啥加一和那个啥盾赢掉，然后这个时候继续杀2刀，又是7张牌，又过了7张牌，你说说又过了7张牌，地主的英姿加回合的上减四，7张牌的话，这样的话到14分钟我已经赢定了。如果再拖，如果再时间再拖一点的话，真保不齐我可能会被他们打输，会输掉。因为钟会每回合稳定的过牌的话，比我更稳定一些。就现在而言的话，应该已经没啥太大问题了。15分钟快到了，他俩还在这慢慢悠悠打，我不太理解啊。嗯，坚持到最后是好事，是好事，是好事。然后这个时候他还在这耗了一段时间，那会儿你们可能2倍速，专门2倍速可能看不出来，他稍微耗了一段时间，挺慢的。然后赶快吃桃，赶快出杀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赶紧吃桃，增加一点回血分。好不容易来了好牌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不用这个到15分钟也能赢，好可惜啊。